君王万岁！我们今天只会召唤十连抽，召唤十连抽，2000钻石，召唤十连抽。它这边有一个召唤，那就是我现在有2300多嘛，我们就直接十连抽这样。然后先买了之后你就十连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标题很简单，然后我刚才有升等了。这种就是看你可不可以抽到紫色的英雄，他这边就有一个军团，然后基本上我是看颜色在练哦，所以，但是很像最多只能练四只的样子吧？哎，有金色的，哎，那大奖我有啦，哎，那怎么获得金币啊？我先攻略一场给你们看。他这游戏真的很好玩哦，我给你看一下他的那个，怎么换角啊？你看哦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换黄色的那只上来？啊，还有分哦，他英雄只能一只，竟然 gay 啊！所以小兵可以这么多只，那塔可以有一个这样，那它好结合哦，好棒哦！这款有 IS 了，所以它是结合塔防那个游戏。首先你要先升级这个。然后有圣水之后，你就会直接放比较好的英雄上去，就猫战的玩法嘛，对对对，猫战，银河的那种玩法。那像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先收集到1000哦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把那个，因为我们今天抽到那只大奖，我想说要不要给大家去加，改一只绑出来，大家乒乓起来呢。然后你看1000得当直接改一只龙召唤出来啊，哦，所以周期真的很帅哦。好，你们看，我们今天抽到的大奖，超帅的。好啦。